童进场的家长，请赶快就位。那麻烦家长，等一下我们毕业生要进场的时候，请大家保持我们那个红毯的通畅哈，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
象班，由江秋玉老师、朱一鸣老师所带领的毕业生，我们一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进场。不要吝啬大家的掌声哦。我们一样请大象班的家长为毕业生拨穗，请拨穗。宝贝，祝福你快快成长，永远都可以用那迷人可爱的微笑感染围绕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好，我们再来请毕业生香友尊祈福礼，请家长与毕业生接受修女的降服，请双手抱胸。
宝贝，幼儿园的生活是短暂的，没有幼儿园老师们的启蒙教育，也许就没有你的今天与未来。因此，你要学会感恩，永远不要忘记幼儿园里对你的百般呵护的老师们。请毕业生向右转祈福礼，请家长与毕业生接受修女的祈福，请双手抱胸。为我们毕业生讲几句勉励的话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哦，看到这么多可爱的毕业生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荣幸，感觉今天是一个充满喜乐快乐的日子哈。每个人都有这一天，今天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小学生了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！我们在这里很快乐地度过了我们很长的一段的我们幼儿的生活，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小学不一样的阶段，我们长大了，对不对哈？希望天主降福你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快乐的生活，我们快快的长大，也谢谢我们的家长们，你们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在好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天主更大的降福，今后他的生活会感受得到，在这个温暖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够充满的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也谢谢我们的老师们，每一位老师努力的付出他们的爱，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温馨的社会是多么的温暖，也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记得，在我们斗南幼稚园的这个时刻是多么值得回忆的记忆。这样，现在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谢谢。我们谢谢会长，再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刘寿琴修女为毕业生讲几句祝福的话，我们要掌声鼓励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们今天早上才见过面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早上大家都很辛苦，小有没有很辛苦？有。有哦，我都跟园长说，哇，今天这样太辛苦了啦，我都觉得累了。哦，早上操了两个多小时，今天晚上又要操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等一下不会晕倒哈。不会哈，好。那，爸爸妈妈最近有没有很担心小朋友在幼儿园呐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你没有担心，我知道了。我不晓得爸爸妈妈有没有很担心哈？啊，最近幼儿园好像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哈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在我们那个园长跟他的工作团队带领下，我相信你们既然把它交给他们，你们一定也会很放心。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。小孩子本来幼儿园是一个非常温馨
非常有爱的地方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，曾几何时也变得这个样子哈。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在幼教这个职场工作的每一位老师，他们其实都有心理准备了。好，那不管孩子，因为我曾经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，没有一个不能教的孩子，可是有不能教的家长啊。我相信董兰幼儿园里面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那希望我们未来啦，虽然你们的宝贝今天要毕业了哈，但是我相信还有未来我们有碰面的机会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在幼儿园这块园地里面营造一个温馨有爱的地方，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啊，小朋友开心，爸爸妈妈也放心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小朋友最棒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也祝福你们啊，你们的宝贝都长大了哈，祝福你们，祝福小朋友的未来，也祝福爸爸妈妈们未来在带小孩子的路上会越来越顺利，越来越顺心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一样谢谢刘秀琴修女的祝福。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园长，小朋友最爱的园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开始，请园长出来跟小朋友讲几句话。哪有很累？你看我们的家长精神奕奕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夜战挑战过12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怕修女会抗议。好，来，今天恭喜你们毕业，也恭喜有一些家长陪伴我们5年，有些不止5年，可能8年，可能家里有生4个的，你看看数数看，他陪伴我们的几年。感谢家长每一年每一年的相信我们，然后每一年每一年支持我们，配合我们任何一项活动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恭喜小朋友毕业了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毕业典礼了。那我们把主持人交给我们可爱的谁？小林老师，还有呢？张老师，你们拍拍手。好，来，谢谢我们的许玉芳园长为我们毕业生说几句勉励的话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，请毕业生准备好。首先邀请我们的企业班毕业生陈子璇、林依安、张世杰、陈博佑、吕子琳、周玉瑞、蔡新宇、李芳瑜、邱燕硕、林新强、吕晨夏、胡云飞。颁发毕业证书，我们邀请许玉芳园长为我们颁发
请徐嘉宏会长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。Thank you.
好。来，给我一楼。洪旭恩、许诗晨，请出列。好，我们一起照相。好，我们请毕业生代表请复位，再请颁奖人跟毕业生合照。来看前面哦，靠近一点，看前面哦，笑嘻嘻哦，看谁跳得最可爱。好，我们谢谢绵羊班的小朋友，请绵羊班校友转。好，请补奏呢。最后我们邀请袋鼠班的毕业生进场。沈子欣、林承恩、黄瑜珍、何雨恩、杨云熙、沈佑成、刘若晴、赖雨晴、赖星辰啊，廖星辰、李鲁辰、许祥俊、林凯杰、陈应杰、张龙轩。我们邀请刘树琴修女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。在这温馨的夜晚，感谢天主，让我们来。
能够齐聚一堂，一起参与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，领取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，也开启了另一段学习的探索之路。难得学习不仅有书本上的知识，更需要音乐滋润丰富的心灵。斗南幼儿园在园期间，小刘老师透过活泼生动的学习方式，把音乐的元素带给孩子们，从唱跳儿歌培养节奏感，认识乐器，把玩乐器，认识音符，了解旋律，最后则是结合所学，透过常见的高音笛，把所有的学习成果谱成一首首美妙动人的音乐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孩子们为我们精心准备的笛子合奏。小笛子
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薪火相传，我们先请毕业生代表出场，沈子欣、许诗晨、林心桥、柯承俊。代表出场，沈子琪、许诗琪、林欣彤、柯佳佑。薪火相传，毕业生将烛火传给在校生的子弟学妹，男幼的精神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毕业生代表跟在校生代表请复位。恭喜你们毕业了，别忘了常回来看看老师，
祝你们健康快乐，平安喜乐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孩子们。心头，亲爱的同学，谢谢你陪我一同游戏。亲爱的老师，谢谢您教我做人的道理。亲爱的爸妈，谢谢你一路陪我成长学习。大家的爱，我会永远珍惜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你好我有
谢，请毕业生入位。好，请老师们入位。来，接下来请小优班老师们以及教师员们上台接受孩子们的感恩花束。亲爱的老师、师亲、叔叔、厨房阿姨，谢谢你们总是细心的照顾我们。学习中有爱的叮咛，肚子饿时候的有美味点心，快乐的上下学途中有你们的守护，感谢你们的相伴。我们要对你说声谢谢老师。老师们看前面的三连拍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来，谢谢我们的毕业生以及老师们。好，请老师们带着毕业生。宝贝们了。